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。嗯，我们都回不去了。我们现在怎么谁先走？不要，那是等谁先走？人家霸你啊！现在什么都不怕，就怕阿仁到时候去找我们的势力。哈哈哈哈哈！出家人那个方丈哦，原籍才会有势力。我跟沈哥的稍算是胆结石了。我是肾结石，膀胱结石。飞飞来飞。它追我身边，对，蝴蝶蝴蝶，真的真美丽。然后你要接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不得嘛，喝佛茶，不喝酒，不喝酒，拍酒，拍酒，不可以拿佛随便开玩笑。没有，哪有开玩笑，不得呀。你要很恭敬心的去喝佛茶，唱佛茶。对啊，哇，我对神明可尊敬了。这一包香的四十年，四十年，保持社交距离。因为我才进入歌坛二十年，恍如隔世啊！恍如隔世，真的是非常久，太久了啊！做秀的时候，真的做秀，秀场歌厅还在的时候，歌厅还在的时候，两年前吧。你说大哥听了不是啦，曾经之前的曾经少女，对对对对。当我女朋友还寄照片给我，她去那个垦丁逛街啊，要她穿比基尼，对啊，穿比基尼啊，比基尼，哎呀，她在垦丁逛街，我叫她慢慢逛，我等我录影再来接她。哇！哎，喂，我讲你透明问，够骂分，懂不了，干嘛看不起我女朋友？啊，因为看不起，这是第二个，我上天香，我就是喜欢请陈陈以落叶闭月羞花，哎呦，我就是喜欢这一位的，啊，好嘴，加个爸，啊，你这样至少为什么都吃空肉饭？对呀，坚持，只吃肥肉，超好笑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